2015 yes. is the genocide of yes. Armenian people. Yes. Mm-hmm. And Turkey, right? We, Turkey, yes. Yes. Oh. We hated, of course I hate.大家好，我是阿珂，在路上。我现在亚美亚的种族灭绝纪念馆。这段历史呢，可以追到一战时候，当时，奥斯曼帝国也是现在土耳其啊，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种族灭绝，导致100到150万人的牺牲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就是因为一战的时候啊，整个亚美尼亚是被奥斯曼、还有沙俄和波斯分而食之的。当时呢，沙俄和奥斯曼是敌对国，奥斯曼对沙俄发动了进攻，就是通过现在这亚美尼亚这个位置来进攻沙俄的，但是呢就战败了。当时呢就把这个战败的原因啊迁怒于亚美尼亚人，因为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是二等公民，因为他们是信仰基督教了，所以说相当是异教徒，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。这也使亚美尼亚人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啊，对，土耳其的一种仇视，也说是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建交，这就相当于是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，也导致了犹太人对德国的集体记忆啊，是一个道理的。二十世纪初，亚美尼亚被当时的奥斯曼、波斯和俄罗斯分而食之，其中奥斯曼占据了最多面积，大部分亚美尼亚高原如今依旧在土耳其的控制之中。作为基督徒，在奥斯曼一直是二等公民。一战时，奥斯曼和沙俄是敌对国，奥斯曼越过亚美尼亚进攻沙俄，结果惨败，于是迁怒于亚美尼亚人，最终导致1915年的种族灭绝，杀害了100至150万人。亚美尼亚人因此逃亡世界各地，现今亚美尼亚总人口1000万，其中300万生活在他们的祖国，其余则散居在120个国家。亚美尼亚大屠杀也塑造了全球亚美尼亚民族的共同记忆，亚美尼亚人和突厥语民族就此结下了世仇，土亚两国至今没有建交。亚美尼亚为了与之抗衡，自然需要俄罗斯人撑腰。一战让奥斯曼和沙俄双双解体，之后西亚美尼亚成了土耳其，东亚美尼亚则成了苏联的加盟国。西亚美尼亚被土耳其占领后，本地人几乎被屠光，今天这片土地就成了土耳其的，而现在的亚美尼亚就是苏联时期的加盟国东亚美尼亚。这个走廊走过去就是他们的纪念碑了，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种了很多树啊，都是纪念逝去的先人啊。大家关心的纳卡地区位于当今的阿塞拜疆，而阿塞拜疆已经是不存在的，是沙俄和波斯争霸的时候创造的一堆小缓冲国，后来一个个被沙俄吞并，并在苏联时期人造出来的一个国家。而纳卡地区一开始是突厥语人口较多，后来沙俄不断把亚美尼亚人迁移至此，经过几十年的迁移，亚美尼亚人成为纳卡地区的主体民族。但为了不激化和土耳其的关系，苏联在1923年把纳卡地区划给了阿塞拜疆，从此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。1987年纳卡琴叶回归亚美尼亚被莫斯科否决后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终于爆发了。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3个月，亚美尼亚独立，解体前15天，纳卡地区宣布独立，成立了一个叫阿尔察赫共和国的地方。亚美尼亚凭借苏联发展的底子和苏联的援助，1994年亚美尼亚击败了阿塞拜疆，但纳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。因为苏联解体以后，俄罗斯领衔成立了独联体，而独联体禁止成员国单边改变国界，所以亚美尼亚无法吞并纳卡，而阿塞拜疆却无法管理纳卡，导致纳卡成立的阿尔察共和国成为一个不被国际认可的国家。战后亚美尼亚受到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封锁，再加之2008年以后政治和经济的动荡，导致在国力上全面落后于阿塞拜疆，国内政治立场左右横跳，失去老大哥俄罗斯的支持，直至阿塞拜疆快拿下纳卡地区，俄罗斯才出兵阻止。如此一来，俄罗斯既震撼了阿塞拜疆，又敲打了亚美尼亚，最终亚美尼亚保住了1/8的纳卡地区，靠一条公路连接，而阿塞拜疆收服了其余失地。Azerbaijan, we are fuck you. Turkey and Azerbaijan. Oh, sir. We fuck. Armenia is fuck. China is our friend.